是郑大老师吗？啊，是我。您真是郑大老师吗？哎呀，可又听到您的声音了，高兴死我了。郑大老师，您知道吗？我就是您的大米。什么？大米？什么意思？你叫郑大，我是你的粉丝，取你的大字，粉丝就是大米，就像李宇春的粉丝叫玉米，玉米哪有大米贵呀？还是叫我郑大吧，这样我听着比较舒服。郑大老师，您可不知道，你不主持节目的这段时间，我真的是夜不能寐，我是天天晚上都在等着你呀。郑大老师，我是你的大米，你能成为我的老鼠吗？我成了四海之一了，这大米我可不敢吃。地不是我种的，我不能随意收割。再说，我不喜欢吃白食，我喜欢面食。接下一位。我吗？陈大老师，我。你的车你开出租了？嘿嘿，我现在找着组织了。哎，咱哥们儿现在是正经的出租车司机，我现在能给你开发票。哎，那个，我是不是在节目里边宣扬你，给你惹麻烦了？好事儿，对于我来说啊，好事儿。上车吧，郑老师。好，走着。哎。郑大老师，您这一回来，正在说可立马就不一样了啊！谢谢。哎，哥，今儿晚上没啥事儿吧？要不然，咱找地儿喝两杯，就当给你庆祝庆祝。你开车喝酒？我有这个，我以茶代酒，看着你喝。不用。郑大老师，你还开一面馆啊？就不是我了。咱们今儿还没卖够500碗。哎呀，算了，你快回去吧。哎哥，啊，宝宝呢？哦，宝宝被他姥姥接走了。哦，哎，妹妹。哦，这是我弟弟。哎，你不是婶儿？哎哥，那什么，晚上我就去我朋友那儿住一晚上，我就不回去了。这都几点了，你还到朋友那儿去？就是，回家吧。你肚子不是还没好吗？没关系，我就去我朋友那块住一晚上啊。果儿，一会儿回家跟好好好好玩啊。我走了啊，拜拜。走了，哥。走了，好好好。哦，这个是我妹妹。啊啊，叫哥哥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那这位就是嫂子吧？啊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上车，上车。走走走。哎，嫂子坐后边。慢点啊，注意头。哎，张老师，来。哎，大哥。哎，好好，前面，前面。大柱子，谢谢啊。没事，没事，没。哎，嫂子。啊。这个郑大老师重返正在说，不得庆祝庆祝啊？哟。你也是大米啊？嘿，您瞅您这话说的，我何止是大米啊，我是优质大米铁杆粉丝。是吗？啊，我还以为郑大老师的粉丝都是四五十岁的老妇女呢。你能不能不糟践我呀？那个嫂子，郑大老师，要不这样行不行？就以后我去接完您，然后我再去面馆接上嫂子还有妹妹，我给你们。不用，不用了。说什么呢？怎么了？人家问我呢，大顺子，哎，不用了啊。成心是吧？谁呀？这不一样吗？这能一样吗？行啊。哎，有同意的了，有同意的了。嫂子，郑大老师，就这么就这么着吧，说定了，好不好？你赶紧走吧啊。哎，好。
走吧。哎，走了啊，不，走了啊，拜拜。那我肚子，那你肯定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是啊，我今天啊，我去找那蔡亮去了，我跟他那儿吃了个盒饭，完了还喝了一个什么那个王八汤。哥，我跟你说，一定是他们捣的鬼。二哥，对，谁让你去的？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找事儿？我是觉得他们心虚。哥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蔡亮他一定有问题。蔡亮，对，蔡亮有没有问题不是你说了算的，他不是有公安局。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蔡亮。一会儿我到了，把那个策划案还得修改一下，是不是？有些地方还是不太合适。哎、我好像有一个东西忘拿了，我先去车上拿一下。那你先上去。好，好吧，啊。喂，江经理，马上给您送过去，好吧？哎，这么着，好，再见啊。蔡亮，画画的都是我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帮你们。蔡亮，最近我们家果儿呢一直在画画你，天天在画。大夫也说了，说最近果儿的治疗效果还不错，但还是建议我们多找一些以前的朋友呀、同事呀，多聊一聊过去的事情，这样对于他的恢复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所以，我们这样想啊，一个星期最好您能抽出两次的时间，不行，一星期一次也可以，去陪果聊一聊，陪一陪的。我们可以给钱，这不是钱的事儿，让我考虑考虑吧。好，果儿，来，别给了。谁的电话打那么长时间？哦，建材市场的江经理催着要那个计划书。哦，刚刚家具店打电话来说咱们订的床到了，我一会儿再回去一趟啊。嗯，好，你去吧。我没骗你们，怎么样？这面好不好吃？好吃吧？好好吃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就是把话放在这儿，以后谁路过这儿，要是敢去别的面馆吃面，别怪我大冲的翻脸不认人啊！哎，大冲的，我不冲你的面子，也得冲郑大老师面子，是不是哥几个？哎，别慌，我跟你说，要是我回冲完好好聊聊，小店不火那暖。我跟你说，哎，嫂子，嫂子，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这店不火，你找他啊，找他。谢谢大伙儿啊。那什么，顺子，嗯，以后他们来，我每碗便宜一块钱。不用，嫂子，你问哥几个，您这一块钱，我们一脚油的事儿，是不是？嗯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行了，谢谢，来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对了，嫂子，嫂子，那个，张大老师他妹妹呢？哦，今天跟他哥出去了，没来。哦，没事，没事，我随便问。大顺子，嗯，我真没想到你有这么大的号召力。我这不
是之前不知道郑大老师开面馆啊？哎，这面馆可不是郑大老师开的。我懂，我懂，明白。郑大老师有公职，不让开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这面馆啊是我开的。哎呦，嫂子，你跟郑大老师，你们俩谁还不一样啊？你怎么咬文嚼字呢？你真是，你们俩两口子。哎，吕总监，你说，我在医院呢。啊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我妹妹。啊，好，好，我一会儿过去啊。哎，好嘞。宝宝，这是我们哥几个面前，不够下回补。哦，要是多了我们再。哎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。哎，好，下回再来啊。慢点，快啊！再见，宝宝。嫂子。我也走了啊！哎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没事没事，下回再说吧啊！好了，好，哎，再来点开水，您自己打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哎。奶粉先来了，去找好了。嗯，老公，我上班。嗯，听话啊。嗯。接着去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赶快出车吧，快快快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来来，行了。嫂子，歇着，没事啊。哎，果儿，啊，你哥呢？真累。哦。哟，郑果回来了。哎，郑果，我看见你画的画了。嫂子，我觉得那不是笔，他手里握的那是相机啊。哎，对了，那个能不能让郑果帮我画一张？没问题啊，郑果，给他也画一张啊。谢谢。老丁呢？啊，他呀，在心里给你打小样儿。小什么叫小样儿？行了，甭管了，你就站好就是了啊，站好。哎哎，站好是吧？就立正呗。嗯，好。也不至于这样啊，您以为是解放军那个出操呢？我以前当过兵嘛，站好。稍息。啊，稍息。就这么站着呗。最近一直忙着布置新房的事儿，我怕是不再适合再做其他的了。是，我知道你忙，但我也希望你能体谅体谅我。我是果儿的大哥，果儿是我亲妹妹，我的心情你应该能理解是吧？医生也说了，说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找到这个契合点。是，那大哥，我知道我过去挺对不起郑果的，可我现在已经跟我过去的生活画了句号了。如果我再提起过去的事儿，我的女朋友没关系，我去跟她解释。这种事儿换了谁也不同意啊！我毕竟跟郑果有过一段过去。你知道你有段过去就好，啊！你来干什么？什么叫我来干什么呀？你看你那样，你低三下四的求他，你至于吗，哥？我告诉你，三良，你不同意这事儿我也理解。你不就是怕郑果好了，到时候你显了原形吗？你啊，我不是这意思。你闭嘴，你给我闭嘴，听见没有？三良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件事儿你同意也得同意，不同意你也得同意。以后每周去我们家看郑果两次，你听见没有？我做不到。你再说一遍。对不起啊，我不能接受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站住！捣什么乱？
喜欢哪个石头？这块儿。哎哎，不对，这样就不对了。你看啊，正国，我教你，这种扁的石头，用手这么拿着，然后把身子放低，这样嗖。哦，两个，哎，几个啊？三个。来一块这个吧。哎呀，不对，郑国，郑国，别老低着脑袋，一会儿该恶心了，啊。对，哎，那您车上有人吗？没事儿，我妹妹，您上车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没事，真没事，真没。嘿，有病吧你？不能骂人。好好好，不骂人，不骂人。走。哎，嫂子，喂，嫂子。哎，那个郑国怎么样啊？郑国特别听话。好，你稍等啊，你稍等。嫂子电话。喂，嫂子。哎，果儿，那个你们在哪儿玩呢？我去公园了。哦，行，注意安全啊。那什么，你把电话给大顺子。嗯，好。嗯。哎，嫂子。我带他去公园去扔石子玩去了。我觉得带他去那种地方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对他身体有好处。啊，行啊，那什么，你看时间不早了，快回来吧。啊，好嘞，嫂子，我这就回去啊。啊，好，注意安全，快回来啊。我是你妹妹呀。嗯，对，郑果是我妹妹。那郑果，你说，那哥哥给妹妹买的东西，妹妹要是不要，哥哥是不是很伤心啊？看看喜欢吃哪个？这个。来，好吃吗？拿着吃，咱们走了。好吧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啊，慢点。正义啊，哎，来了。什么事儿不能回家说，非得到这儿来？没有，我告诉你好消息，我去应聘了。神经病，应聘就应聘。哎哎，你等会儿，你听我说完的呀。你知道我应聘什么去了吗？什么？我应聘副总去了，而且还是一个贸易公司，特大。什么公司啊？还招副总？现在这社会什么不缺呀、啊，哥，那个，但是我跟这个事儿吧，你还得帮我一下。真的，哥，你要是帮了我了，你弟弟保准能飞黄腾达。他们说他们有100台库存电脑，让我帮着给推销出去，推销出去这副总才是我的呢。这根本就是皮包公司嘛！你看看，你皮包公司能有100台库存电脑吗？人家这是考验。是不是？你说哪儿有去了就当副总，那样根本就不能服众啊！人家说了，只要我把这100台电脑给人推销出去，那说明什么呀？说明我是推销天才啊！
而且你知道吗？到时候每月工资5000块钱，到年底还有分红呢。会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看看你那眼神，你能不能不要瞧不起我？你能不能不要瞧不起我啊？我跟你说哥啊，现在也就是你看不起我。你看看人嫂子，嫂子说我将来肯定行，而且外头人也都说我肯定行，你知道吗？外头人说我什么？说我是龙精虎眼，但炯炯有神。而且人家说了，一看我这样，那就是当副总的料，是不是？哥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不跟你说这个啊，你是家里人，你根本就听不懂这些。你什么样我会不懂啊，正一？你说说，哎，你说我在你心里头怎么就是成这样了呢？我跟你说，我在外头，人家都拿我都是。郑国，好不好吃？嗯，好吃啊。嗯。好好，好好来了。哟，好好。那个，好，你看多不好意思，你今天带他们玩，你还买这么多吃的。哎，嫂子，没事儿，这才几个钱呀，没事没事，我有钱。那个嫂子，我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，好吧？行。嗯。哎，顺子，那什么，今天你带果出去这事儿，你别告诉你郑大哥。哦，行行行，我不说啊，走了，嫂子。好，哎，好，嗯，再见。哎，再见，好哈。郑果，哪天我再带好好和你出去玩啊，好不好？嗯，走了啊，好好。再见。哎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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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胆真大。叫个生人，妈，他也不是什么生人，那郑大下班都是他送的，那也不行啊！你想想，大姑娘了吧，交给他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跟郑大你没法交代。妈，你别吓我，我吓唬你干什么？果儿，那个嫂子问你，今天大顺子带你出去都玩什么呢？扔小石头了。哦。那什么，除了扔小石头，还做什么了？还干什么了？还抓小蝌蚪了。啊！哎，果果，他那个脱你衣裳没有？先脱我裤子了，我尿了。这，妈呀，你怎么引导的？果儿，今天你跟顺子哥出去这事儿，你别告诉你哥啊。你知道吗？你要告诉他呀，他就会怪嫂子了，怪嫂子呢就会骂嫂子，知道吗？你不想让嫂子挨骂，对吗？嗯，那就不告诉他啊。这顺子结婚了吗？我真不知道。大顺子吧，我怎么最近开始画大顺子了？啊，昨天呀是大顺子送我去的医院。干嘛做他的事？是他主动要接要送的呀。我觉得大顺这人啊还挺好的。以后少坐大顺子的车啊，尤其是我们家郑国。为什么呀？你说为什么？是你了解的还是我了解的？大顺子这个人脾气特别的暴躁。呦呦呦呦呦，不是你原来说，哎呦，大顺子是见义勇为的英雄，哎，这一下就一无是处了。果是我妹妹，我得对她负责吧。好啊，那你对她负责，你天天管她呀？你怎么不管她呀？我倒觉得人大顺子人挺好的，人家当过特种兵。人的素质挺高的，挺像个爷们儿的，知道的还挺多呢。那是聊天聊出来的。大顺子这人真的挺热心肠的，你看看处处照顾咱们。这段时间要不是人家帮忙，哎呀，再说了，他还老跟我说，哎呀，果儿啊，这病能治好，别着急给他找对象。啊，哦，我明白了。你是不是怕大顺子看上郑果啊？切，你白日做梦吧！人家大顺子人是健健康康的一个人，要能看见你家郑果啊，你们赵家啊烧高香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离得远点儿。
尤其我们家郑果。那没关系，我就是随便问一问，啊。好，没问题，那行，就这样啊。正上班呢，上班不也得吃饭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菜我已经点好了，就等你来了。来吧，大主播，跟你见个面可真不容易啊。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说呀？非得要到这儿来？这电台里边有个天天想听你说话的人，现实中啊，有个天天想跟你见面的人。嗯，你的魅力可真不小啊！八号的面好嘞！啊，来了来了，来，来喽！来来来，你们的面。好的，谢谢。哎，干嘛呢你？啊，你这五号桌要面都要半天了，你这还磨磨唧唧的呢。哎呀，嫂子，我都快当副总的人了，你还让我干这第三下子活？行，想当副总是不是啊？我现在就封你啊！你要觉得官小，哎，我封你当赵总经理。干活去。服务员点菜。哎，来了。对不起。喂，哥。哎，郑毅，你那个电脑我一台也没卖出去，忙活了一上午，卖不掉啊。你这样吧，回家啊，等我回家再说。啊，我这儿有点事儿，就这样啊。哎哎，哥哥哥。怎么了？你想卖电脑啊？哎，不是我卖，是我弟弟。他去应聘一家公司，然后人家说有100台库存电脑让他卖了，如果能卖掉的话，让他做公司的副总。谁要啊？现在公司的电脑都是一体机，谁要分体的，对吧？你是做生意的人，你觉得这不是圈套吧？这要是把电脑卖了拿提成，就不是；把电脑卖了拿了提成，又给副总这顶帽子，这事儿就值得考虑了。不过无所谓啊。你把电脑卖了，拿提成不就行了吗？是卖不掉啊。怎么卖不掉啊？那是因为你没找到买电脑的人。这都是一些过时的电脑。我要。最近这个正在说呀，挺好玩的。早就不听了。嗯，自打那个主持人换了丫头片子啊。还喝点什么？就不听。来啤酒吧。嗯。郑娜回来了。是吗？嗯。那今天晚上好好听听。这栏目还得是正大，不但说话逗啊，而且入木三分。嗯，哎，不过呀，最近啊，正大叫一个女的给忏悔啊。哦，我跟你说啊，有一个女的号称啊，天天晚上想和正大说话。哎，你说这除了媳妇儿还有情人，那什么人能天天晚上想和正大说话？两碗拉面。吃就吃呗，嚼什么舌头，大佬。哎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就关我事儿了。他不会就是那天天晚上想和郑大说话那女人吧？啊！你说的没错，就是我。怎么着？我天天和郑大说话。你可真能吹。哎，二大，他可没吹牛。
你们俩知道她是谁吗？啊，她是赵正大的媳妇儿。笑什么呀？又一个。哎，兄弟，你没开玩笑吧？啊，赵正大的媳妇儿，就卖拉面。卖拉面怎么了？啊，卖拉面丢人啊，丢人盲吃啊！不吃就不吃，走。哎，别着急走，哥俩商量个事儿，走可以。咱把这账结了怎么样？哎，我们什么都没吃啊，没吃给你做没做？没吃给你上没上？二十四结账。走，慢走，不送了，哥俩。哎呀，嫂子，别往心里去。镇子哥。哎，正果。哎呀，正果，今天想不想出去玩啊？我还想去扔小石头。想扔小石头啊？要不咱们现在就去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去什么去呀？正果，那顺子哥要开出租呢，哪有时间陪你去啊？不去了啊！哎，嫂子，没事儿。我觉得让正果出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对他身体有好处，是不是正果？行了，果儿听话，不去了啊。顺子，嗯，还没吃饭吧？啊，没有了。那行，我给你做碗面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嫂子，不用不用。瞧见没有？这不有吗？现成的，有人请客，换双筷就完了。哎，哎呀，谢谢正果。嗯，真香。我爸呀，每年都给乡里边做贡献，今年还没想好买什么呢。刚好，这100台电脑啊，分给乡里边的中小学，嗯，肯定把他们乐坏了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，回头卖电脑的这个提成给你。就你那几个钱，我还真看不上。嗯，嫂子，跑了。跑了。跑了。行，来，收了。哎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坐这儿歇会儿，嫂子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好。嗯，嫂子。哎，我觉得郑大老师能娶你这样的人当媳妇儿，那真是他的福气。行了吧。你看刚才那两个人，哼，哎呦，还说赵正大的老婆就是啊，开面馆的。您就别跟这种人较劲了，这种人说话嘴里都没有把门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人家是名人，嫂子我呀配不上人家。哎，嫂子，这我得说你一句，你要这么想啊，就不对了。正大老师主持节目啊，那是为人民服务，咱们开这饭馆也是为人民服务。只不过他提供的那个是精神食粮，咱们提供的响当当的物质食粮，对不对？人没有精神食粮还能凑合活着，这人要没有了物质食粮，那不就立刻就得歇菜吗？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你配郑大老师那大大的有富裕。行了吧，你就贫吧。嗨，嫂子，我天天开车，你说不找个机会贫贫，我自己也憋得慌。顺子哥，哎，呦，正果，这话我呀，真像。哎，果儿，顺子哥还要出车呢啊。没事，嫂子，我让正果再给我换一张，行吗，嫂子？好吧，正果，给哥换一张。哎，哥，你就放心吧啊，人家那个老总都说了，我呀，要是能当上副总的话，我就不用再去跑业务了，人家直接把那个人事培训的事交给我了。你别管什么关系，你给他打电话就行了啊。姓宋，宋经理。那这宋经理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女的？多大岁数？80多了。抬杠吧，这不是。大主播重新出山，可是威震江湖啊！啊，嗯嗯。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哼，我们面馆啊，都有人议论你。你说你啊，出多大名啊？哼，作为你的前妻，我是替你自豪啊。你知道他们都议论什么吗？
说每天晚上给你打电话那女的呀，一定是你的情人。赵成丹，是不是？哎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吧。你说这女的，她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只听你的声音，她就对你五迷三道的呀？一定是你们俩认识是吧？不认识。不认识更好。我觉得那女的呀，就是一神经病。赵成丹，你要是知道自己还是好好的爸爸的话，你就自觉点啊，别给孩子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。神经病？谁神经病啊？我神经病，行了吧？就一个神经病夸你两句，你就美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是吧？赵成丹，你不是就会用嘴白活白活吗？你还会什么呀？是，我不会什么，那也比某些人天天对着镜子，天天冲自己笑要强吧？你说谁呀？你说谁呢？你说谁呢？赵成丹，谁对着镜子了？正果啊，哎，嫂子问你，你说嫂子丑吗？那嫂子是不是老了？嫂子是天底下最漂亮的人。嗯。来来来，你们念好了。好了。正义，你穿成这样，谁还敢来我这面馆吃面呀？我这可不是五星级酒店啊，不用你这么穷嘚瑟。嫂子，我跟你说啊，打今儿开始，我就不再是端拉面跑堂的小伙计了啊，我现在是堂堂的副总经理，赵副总啊，以后也别老什么正义正义劲儿，就叫赵副总。你们几个听见没有了啊？赵副总啊。什么吧啊，给个棒槌就当真，真是。那个还不信是吧？嗯。来，把手拿来。哎，拿拿拿，对，拿，哎哎，哎，来，来来来，拿好了啊！一部分呢交房租水电，一部分跟我哥分一分，愿意买什么买什么，愿意吃什么吃什么，千万别给我省着啊！哎呦，正义嫂子，这不是在做梦吗？啊，做什么梦啊？大太阳在外面，白天高高挂的。老板，来一碗大肉面吧，外加一拍黄瓜。德行，大肉面拍黄瓜。好嘞，得多给我来点瘦肉啊。你就送我这个，也太不浪漫了吧。也不知道买什么。咱俩有必要这么一清二楚的吗？那不是，其实我就是要表达一份谢意。要说谢啊，我还应该替我爸谢谢你呢。他老人家啊，这十几年了，一直给老家做贡献，哪一年花的钱啊，都不比今年少。乡里边把那100台电脑。好像分给了十几所中小学，每一所中小学啊都有以我爸的名字命名的电脑教室，老爷子啊高兴坏了，直夸我这件事啊办得漂亮呢。好，来，我替正义谢谢你父亲。你弟当上副总了？当上了吧。明白，明白了。
首歌，我们曾经一起唱过。有一句话藏在心里，不曾对你说。有一个梦，这么多年不曾忘却。有一个人，风里雨里为你在奔波。有一条路，我们曾经一起走过。有一个字，你却始终不曾对我说。有一段情，这么多年无法割舍。有一颗心，日里夜里都不能停歇。错过，不要让幸福变成明天的传说。爱，不要错过，不要让失落把心紧锁。爱，不要错过，别以为属于你的脚步去把握。曾经一起唱过，有一句话藏在心里，不曾对你说。有一段情，这么多年无法割舍。有一颗心，日里夜里都不能停歇。错过，不要让幸福变成明天的传说。爱，不要错过，不要让失落把心紧锁。爱，不要错过，别以为属于你的脚步去把握。爱，不要错过，别以为曲终重新来过。别以为曲终人散，还可以重新来过。坐这，我给你倒水去。哎呀，你是谁？哎，啊，我是。你是谁啊？周雨晴同学。等，早上好，今儿晚上有空吗？怎么了？中山广场那边开一海鲜店，咱俩。哎，我说咱们一起。不，我就不去了。他就爱吃个海鲜，你请他了，算请对了，我替他谢谢你。